刚才说了半天，就说咱这豆汁儿来着，这会儿都凉了吧？这东西怕凉吗？有专门喝凉成哦，有好喝凉，有好喝热的。来，您得着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这个得和一和。哎，不是，时间长了，沉淀沉淀，您得着啊。这个豆汁儿来说是鉴定这人是不是北京人的一个诀窍。对啊，反正据传说过去到了北京郊区都没人喝，没错，就是北京城里人喝，做绿豆制品的下脚料。现在北京人啊，能喝的也超不过20%去。哦，是吗？对。啊，喝豆汁儿，就焦圈儿，吃咸菜丝儿。这咸菜丝儿呢，特别好的不行，还非得是那个蛮劲。哎，对，撇了丝儿都可以。撇了丝儿，对对对。然后是辣的。对。哎，对，吃一口咸菜丝儿，喝一口辣咸菜丝儿，豆汁儿，然后焦圈可以掰着掰碎了搁里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来，咱们。喝一口吧，来吧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茶不喝改豆汁儿了，咱豆汁儿了，豆汁儿会，咱们今天来来来，嘿，行吧，我现在很习惯。真正的豆汁儿啊，它是就跟那个湖南的火工坊的臭豆腐一样，毛泽东亲自给他题词，闻着臭，吃着香。对，豆汁儿一样，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中药嘛，它也是这个去毒的，清热解毒。对，据传说当年，比如夏天来赶大车的，四脖子汗流，六月三伏，热的都不行了，路过这个豆汁坊这儿了，进去要这么一大碗一大瓢生的豆汁儿，炖喝完了不中暑，这是入药的，这是。对啊，挺好。这边是我们的真正的小吃了，这属于是宫廷小吃，宫廷小吃了，秀气。叫奶卷，有营养价值啊！爱窝窝，对，这个驴打滚，驴打滚多形象啊！这是驴打滚，粘面子做的，对，里边带上馅儿，外边裹了一层豆面，对，就如同驴在地上打了滚一样。是的啊，驴打滚，啊，这是椰丝的吧？椰丝卷，椰丝的芝麻卷，芝麻卷，对，奶卷，豌豆黄，嘿，豌豆花。现在那个芸豆卷还有卖的没有？有，我都带来了，那是芸豆卷。哦，做这个芸豆卷应该明天卖，今天应该把芸豆泡上，剥皮，把皮剥掉，然后最后过三遍这个箩呀，过箩，这过三遍之后，哎，用这个豆包布包起来，做成形状，搁嘴里不用嚼就化。吃这个不能嚼，搁在嘴里拿舌头一抿就化了。就是吃这个芸豆卷，您来一尝尝，对，啊，入口即化，给我口一个特写，哎，嗯，还真是，是吧？没一半了，哎，嚯，您的嗓子眼也忒大点了。哎，这个里边有一个爱窝窝，我看着很亲切，它不像别的都切开了，哎，它不露出馅儿。这里边有糖的，有什么豆沙的，都有啊。嗯，我忘了曾经在哪个小吃店，我还亲眼看过人家做这个，哎呀，那手法那快，对，弄好面啪啪一裹就是一个，然后一蘸面马上就出来，对。